谢谢台长给我机会。哎、啊，老妈妈，讲吧。<laughs> 我属猪的，一九七四，一九四七年出生。我一年一九七四年。不是一九四七年。四 <laughs> 七年。哎，属,属,属什么？属猪，属猪的。四 <Yeah. S 1> 七年属猪的。<Yeah. S 1> 好。 看到了，老妈妈，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吧。我想知道我跟我女儿的关系怎样。哎呦，冤结哦。是。哎呦，错的嘞。<Yes. S 1> 哎呦，老妈妈，你记住了。yes。你这个这，你现在一定每天要念一百零八遍姐姐咒。我不懂得什么是姐姐咒。<laughs> 外面问，OK。待会儿到门口去。<Okay. S 1> 问他们。Oh, 好,好吧。好的。有一本小小的经文。 是中国佛教协会那个赵朴初的，<Yeah. S 1> 好吗？好的。他教我们念这个解姐咒，明白吗 <Okay>.？yes。好好念解姐咒，一百零四遍，每天念，而且前面要讲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我女儿某某某化解恶缘，然后再念，念了之后，你女儿会对你笑起来，会好起来的。 现在他看你怎么都讨厌，<是>你冲他笑，他都看见你像魔一样的。对。哎，对对对。对 <laughs> 老妈妈听得懂吗？懂的。好吧，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你自己注意腰不好。对。明白吗？关节不好。对。还有便秘。有时候。对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好了，其他还有要注意心脏。是。 明白吗？对。你呢，不要被他气死。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呢，你会被他气死的，因为你欠他的。我知道。你啊，你好几次差点气死。是。你要是气死的话嘛，你就活该。做人不要被人家气死嘛，<laughs> 你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嘛，对不对啊？<先>为什么被人家气死啊？我现在放得下了。 放、啊、下一点，你只要跟他两个人的恶缘去掉了，他以后会天天难过。我对不起妈妈，我对不起妈妈。你要想想，这种日子会来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帮了多少人？这些人过去跟孩子水火不相容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你等着吧，你念经一定会他对你天天说对不起的。现在孩子完完全回来了，回来天天对妈妈爸爸好的不得了。老妈妈，你要等这一天呐、啊。 你现在气死了，你就等不到那一天了，听得懂吗？Oh. 气气死的话，你只能擦面包了。<laughs> 气死只能擦面包了，听得懂吗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他？没有问题了，没没没什么了。啊？谢谢谢谢台长。念心经啊，念心经二十一遍。二十一。大悲咒七遍。OK。好吧，往生咒四十九遍。 <Okay. S 1> 老妈妈，你自己要好好活着。你的寿很长，你唯一的就是被气死了。我看你听得懂吗？懂的。懂的你到底想擦面包，还是想活在人间？我不要生气。啊，对了，<laughs> 气出病来无人替，啊，生气是最。